刚去了那个家乐福啊，然后那个买了一个寿司，再加一瓶水，给我可乐，8欧元。然后他给了个袋儿，我靠，这个袋儿在匈牙利都给4块钱，但是我看他好像是没收费啊。然后这是一间，就是我们宿舍的那个一楼，这个宿舍人是超级棒，看到这个门了吗？这外面就是这个，而且这个门相当的厚啊，巨屌丝无比。然后按一下这个，这就可以开开了。看这个门相当的厚，然后整个这个宿舍就是里面没有管理人员，然后就是随便玩。而它这个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古典的这个酒吧。啊，还有一个雕像，叫这个啊，这非常的漂亮。我像我这种对油画有研究的，这幅画我感觉都非常的好。这里面也收藏的各种东西。这个大哥和我一样啊，是一个艺术爱好者。我现在先吃点饭。这寿司不便宜啊。寿司怎么样？这一盒在这儿呢，再来一瓶可乐。